投资入读 CM， 令你有更自由的发展空间，为你的子女建立更美好的将来。华南城创意投资移民，由代办冈比亚居留到入读香港创意媒体学院，一切细节均由专业安排妥善办理。入读 CM 就华南城吧，三个月饭堂，我们就是成功的例子。华南 CM 投资定居香港，捷达是专家，因为专注所以专业。捷达投资移民顾问，香港公司852-2511-7722。借咩啊？唔该。冇位啊，冇位啊。嗰度唔系位系咩啊？坐住啦，肥佬。即刻落车，唔好坐喺个 lap 度。你有压力，我有压力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我给了8万的学费。喂，你给了8万就删了学位咯。我是小童，虽然我读 CM。 喂，不要叫我老板，公平的，你啱定我啱？你说啊。收声啦，四百婆，四百婆。你好打咩纸上簿？不要说，我们读完 CM 都是黑食的。我未见过 CM 人好像你咁。我是耶创意媒体学院，屌屎忽，开校11年，全 CM 学生犯有眼交死罪 ，CM 嘅学生随街大小二便。小心！衣冠禽兽。创意媒体学院彻底灭亡。等候人道毀滅，全校死清光，殺啊！殺到 CM 叻，電腦大爆炸！等陣啲，攞出個新成睇下。時辰未到，我哋神經病又有，你哋都就犯智障啦！你需唔需要一擦頭皮？我哋神經病啊！我哋神經病，冇用噶！呢張學生證我哋就快唔用啦！我要發宇宙通行證俾今年創意媒體嘅新鮮人。爆炸！電腦大爆炸！我哋神經病啊！我有 cam 啟動工程式嘅時候，唔會再通知你班柒頭皮噶。呢啲新奇時產全部都係美國加州嚟嘅。